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蒙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好了，玩这一款《Treasure Hunter》。宝藏猎人 ，OK， 宝藏猎人。Play 商店有推荐哦，最近更新日期是1月27日哦。好，今天是2月9日。66 MB 怎么卡在这？我们等一下。OK， 好了，我感觉玩过诶。对啊，我感觉我玩过诶。他这个游戏 ID 是英文名字，但会不会有中文的游戏名字？然后以前玩过，因为我搜一下这个英文名字，我的频道是搜不到啦。啊，有一些 Life 2D。配级。船长，我们是船长啊，又当船长了。点燃这个火盆，大概感觉是 SOG 耶，我不知道、哦。有时候玩游戏我都直接玩了，图片你也看不出什么所以然。好，有一个海神 ，波塞冬。查一查，查一查，我查了啊，没理我，结果还用点的。宝石给它镶上去王冠，然后解开了。为什么突然有鸽子飞过去？有鸽子飞来飞去、欸，真的有鸽子哦、喔，白色的鸟啦。也许是海鸥也不一定，有吗？我就说这有点像 SOG， 就是开船到一个海岛，然后开始要建造。Of course。修复一下，采集石头，然后来修复一下。我觉得也没有，我觉得啦，就是跟着他做吧。哇，这个海盗船长旁边都会有一个鹦鹉啊。小时候看那个卡通《金银岛》，对吧？《金银岛》重播好几次了，然后结局是什么？我永远都不记得。是不是有个小男孩叫吉姆啊？啊，我们探索一下。我怎么感觉有海怪、欸？有个星星，是不是啊？我要探索一下，真的是星星呢、欸，一个猿猴，海伦娜，霹雳，哇，他叫霹雳哦，嘣，被叫回去、欸，好，神秘骷髅头，亚特兰蒂斯。用魔晶让野兽变得巨大，守护岛屿。骷髅先生，本身骷髅会说话就已经是很奇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修复这个魔晶采掘场，修复一下。其实玩手具就是很轻松啦，就是你就边建造边点啊，然后就去打打人啊，生生资源啊，抢抢资源啊。那这游戏只是很眼熟啊，很眼熟。好，这边可以招募我们这些英雄 ，A 或 S 级英雄，黄金招募，白银招募。韦斯特利。
拿了一把那个散弹枪哦，还是古代的枪啊，因为这种海盗啊都是中世纪啊。然后他的音乐很奇怪，只有右声道有声音，左声道怎么一直比较小声啊？左右声道怪怪的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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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！幽灵射手，真的比较大声。即时战斗，然后3D 的往前推进。好，营地升到2级。哇，神秘岛，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，任务都做完了哦。好，继续向上钻石宝石吧。好，迷雾中的危险，就是这个题材啊，这个例会啊，这整个玩法，我总觉得以前好像玩过。那 Play 商店上面的下载量是10万。哦，10万，而且他游戏介绍写 MMO 哎，这个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它不是 MMO 啦，就是有点像 SOG 啊，战争策略这样，让专业的来啊，先采集资源一下，石头不够多，我们这边有2个农夫啊，不够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继续采一下，把周围这些给它弄一弄。然后那个好像木材也缺的样子啊，木材也缺，看一下木材，没有配音一下，咚咚咚，砍木头不是要有咚咚咚的声音吗？啊，营地升级升级升级，它有没有前置的要求？好，射手，等待一下，来探索一下。好，把周围的小兵给干掉啊！哎，我们的兵怎么是那么少？比刚刚少很多哎，刚刚不是还蛮多的？是不是要补兵呢？补一下我们的兵营的一些哨兵啊、工兵啊，训练一下有没有？我家那边可以训练，不过目前没有钱。枪手，我这边有被石化的村民呢、啊，但是我这个不太够啊，我要去采集一下这个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石头，这个水晶啊。我们这边是他自己会在那边采集，有点像 RTS 那种农民有没有？农民那边挖矿，他会自己挖矿。那我们又获得村民，我们现在有3个村民的。好，我刚刚说要训练嘛，训练10个哦。可是我看一下哦，训练10个射手，但是我怎么没资源啊？哦，这是立即完成啊！我想说奇怪。那这个金币应该就是钻石的意思了。好，升级一下我们的英雄5级。开始没有给我们妹妹啊，只有这个帅哥。升到5级一下。好，A 角，紫卡 A 角。好，第二张过啦，很快很快。再来就是第三张，美人鱼哦。哦，产量加1%，加2%，果园加2%。啊，美人鱼，就我印象中是我感觉玩过了，那我也懒得去查了。以前我会比较积极一点，就是玩过的时候我就去查一下我哪一款，然后叫什么名字。
它应该，你看这是中文嘛，对不对？它可能以前就是叫中文的一个游戏名称，那有可能就台服岛了，台服岛，然后就变成国际服了，变成国际服，它就用英文了。这只是我推测啦，有一些台服代理游戏撑一阵子就倒闭了，因为没赚钱嘛。然后要有营运成本啊，太竞争了啦，手游也是很竞争的。跟你们开饮料店一样，整条街都是饮料店。我们家附近这明明就是一个小乡下的地方，然后那个我们是住在巷子内的一个社区嘛，然后到马路，那个马路也不是什么省道，就是比较大的马路而已。那个整条街饮料店至少五六家店吧，七八家五六家吧，就100公尺内，一条街100公尺内，然后有七八家饮料店吧，就这么多，而且有些都是一些连锁的，什么 Coco 啦、清新啊，就是你想得到一些名字它都有，也有一些比较新兴的牌子都是连锁的。饮料店这么多，那吃的也很多啊。就是，不过过年期间很多都没开，所以我只能在家里乱煮啊。因为今年过年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不过我已经在家里乱煮一个礼拜了，因为前一个礼拜家里的人去日本玩了，一个人就乱煮啊。东吃吃西吃，有时候吃饭，有时候吃面。像我刚刚有吃那个辛拉面、泡面，然后晚上要吃便当，鸡排便当这样。然后有时候自己煮炒饭或咖喱饭，就是简单的啦，煮煮咖喱啊，煮煮炒饭那个还蛮简单的。好，他这种就是要去外面掠夺别人资源啊，打怪啊。有没有其他玩家？还没有看到其他玩家啊？这边是我嘛？那我们可以说法。我看到这边是其他玩家，有没有？这种就是比较标准的 SOG 玩法。你看，我们海岛哪来的海岛啊？拜托，变成一个城市了，对吧？这是海岛吗？你告诉我这是海岛？当然不是海岛啊！你看，回到城市都突然变海岛了。天哪！我们要训练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又要训练射手、哦，帮自己取个名字。这个很多人，大部分人都没有啦。我所谓没有，是指那个出生的时候父母就帮你取好了。当然，你现在还是可以自己改啊。三个会员是。之前那个鲑鱼之卵，只要你的名字有鲑鱼，是吗？可以免费吃到饱，生鱼片，鲑鱼生鱼片吃到饱。然后就有一堆年轻人跑去户政事务所改名字，改叉叉叉鲑鱼。天哪，有够不尊重自己的名字！法律规定你也可以改几次啊？小学、国中、大学、高中都遇到同学，他们有时候一开始他是某个名字，然后后来跑去改名字。可是因为你一开始叫他第一个名字，对不对？他改名字，你还是叫他之前那个旧的名字，因为你会不习惯。啊，这美人鱼出现了。这个压缩的很模糊啊，档案压缩的很模糊，所以变成是马赛克美人鱼啊，海神三叉戟啊，不散的阴霾呀、啊，这个鬼道船来了，神鬼齐航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那个有一个音乐啊，蛮好听的，只是那个也是有版权，因为我吃过那个版权的问题，所以我知道。OK，这游戏，标准的 SOG 啦，然后是那种海盗的题材，
但是呢，你回到世界地图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没有啊，我们是不是在平原上吗？海在哪里啊？海在哪里？没有海啊，完全没有海。世界地图看一下，我们在这里，哪来的海啊？没有海。哦，他没有做成一个海上的海战玩法，他还是做成这种地图，平原上啊这种地图。好，那差不多这样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有的没的邮件。2月9号，哦，今天是2月9号，这个时间是我刚刚玩的时间啊。然后背包有一些加速啊，一些资源，养成海神雕像英雄，目前我们只有一只而已啊。然后可以再招募一下，应该是没福利吧？你看这个要130，我才50而已啊。然后这个也不够，可以免费召唤一下，白银召唤，还有一个绿卡。我们是紫卡 A 甲，绿卡是 C。能力就是一些领主的一些天赋啦，可以增加一些趴数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一些效果？这个是建造，不过我们的建造应该是固定位置啊，不是那一种可以自由摆放吧？哇，解锁机关。对啊，他没有办法拔起来自由摆放。继续采集啦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吧。这游戏，美人鱼会负责海上采集哦，所以美人鱼也是农夫哦。想不到，负责采集的美人鱼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咯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